就能够接近一点。第一次见到你在表姐家的电视机，你有一双笑起来很甜的眼睛，那时候的你是刘海齐齐的曹爱卿，不小心就清新就被你给吸引。从沈银河到陈小希到张美乐，从当你的 honey 到我会好好的，我的青春似乎一直一直有你陪伴着，因为你我很好。那么你呢？